好，谢谢。特别是年龄大的人，你不要去强调他。不习，他个子高嘛，1米53 OK 了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呢就是意面上要做法啊，而不是要做法。狮子做法做成什么样呢？出击这是狮子出击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一做完。 但是用实际在这使用中间或者出击的部分，但是因为我们是练套路，所以你不能到这里，没办法，麻烦。但是我要有什么？有意念，要有意识，所以我就出手了，是吧？不要呢，你们一打起来都是呢。定势好。 这位呢，女士说的非常正确，在最后的一刹那，她必须什么？做完这叫做做完，做完是为了把力传达到她腕部。那么你看，这无式太极拳是吧？无式太极拳呢，就是这样，出去啪！那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太极拳。